你好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我在台湾拍的照片。我们看看我在台湾拍了什么照片。好，第一张，第一张是我在台湾的博物馆看到的。我去了台北的博物馆，然后我看到了一张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我问了很多我的学生，我说，你们觉得这是什么？他们觉得，这个是台湾的汉字。我说，不对不对，这个东西应该叫治病符。如果你生病了，你可以吃这个东西，然后你的病会变好。听起来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它不是叫你做什么，是这个东西，它就是药。我觉得应该是你把这个东西拿来烧，然后放在水里，然后你喝掉，就是你的药。非常非常奇怪，对，我看到这个东西，我觉得，太奇怪了，所以我要给你们看看，这个就是治病符。然后他还告诉你，如果你是一号生病，你应该吃这个，二号生病，你应该吃这个，每一天还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非常奇怪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一张照片。第二张照片也是在台湾的台北拍的，是我去博物馆的时候，我在博物馆的旁边的一个饭店吃了午饭。这是我在台湾吃到最好吃、最有意思的蔬菜。这个蔬菜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，没有吃到过，所以在台湾是第一次吃这个蔬菜。你吃过这种蔬菜吗？它口感非常好，是脆脆的，没有奇怪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。如果你去台湾，你也应该试试。我觉得在台湾这个蔬菜的名字应该是叫山苏。你要去试试。好，第三张照片是一个咖啡馆，在不是台北，是在台东。我在台东的时候想找一个咖啡馆喝咖啡，然后这个咖啡馆看起来很暗，没有光，然后很乱很乱，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闻起来很臭，对。所以呢，我打开这个咖啡馆的门，我觉得这个咖啡馆我不喜欢，我不要去。然后我的男朋友说，真的吗？很多很多人说这个咖啡馆非常好。我说，可是这个咖啡馆很奇怪，又臭又乱，看起来也不干净，对。然后他说，可是真的很多人说很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去了。然后，我发现这个咖啡馆的老板，他非常喜欢猫，他也非常喜欢古董，他也很喜欢咖啡，所以这个咖啡馆里面有这三个东西，猫、咖啡还有古董。所以这个咖啡馆看起来很乱，然后因为有十只猫，这个咖啡馆有一点点臭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古董。对，这三个东西是老板的爱好，所以呢，他的咖啡店里都是他喜欢的东西。然后在这个咖啡馆，我喝到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咖啡，真的是很好的咖啡，是我在台湾喝到
最好最好的咖啡是手冲，嗯，非常非常香，我最喜欢的咖啡。对，这个是第三张照片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四张。第四张是在台北拍的。嗯，在台北的时候，我去了台北非常有名的建筑，就是台北的101。在台北101，我去了一个咖啡馆，对，然后在那个咖啡馆喝咖啡，你就可以去台北101很高很高的地方看风景。嗯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我在台北101拍到的风景。可以看到台湾是一个很绿的地方，嗯，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楼不太好看，对，我觉得它的颜色有一点点灰灰的，不是那种我觉得很好看的颜色，你觉得呢？好，下一张，啊，下一张是便当，嗯，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就是铁路便当，就是如果你坐火车，你可以买便当，然后在火车上吃便当。哦，在台湾，如果你坐地铁，不可以吃东西，不可以喝东西。对，有一次我在喝奶茶，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嘿，不可以喝东西。如果你去台湾，你坐地铁，不可以吃东西，不可以喝东西，记住了吗？可是，如果你坐火车，你坐高铁，你可以吃东西，然后是非常好吃的便当。对，这个就是我在台湾的高铁吃的便当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东西。这个我吃的应该是素的便当，对，我在台湾坐了很多次火车，每一次火车我都吃了便当，很多很多便当。那在日本我也吃过一次便当，日本的便当和台湾的便当不一样，台湾的便当是热的，是温的，日本的便当是冷的。台湾的便当里面可能有三个菜左右，一二三，三个菜，然后米饭。那你看日本的便当有很多很多个小菜，对，所以有一点不一样。台湾的便当比日本的便当更便宜，我觉得日本的便当是台湾便当的两倍。嗯，你觉得你喜欢哪一种？我觉得我更喜欢台湾的便当，因为我喜欢吃热的食物，热的食物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。OK， 这一张图片是在我住的地方拍的，这是我在台湾住到的最喜欢的地方，嗯，是一个 Airbnb， 我很喜欢这个房间，因为你可以看窗户很大很大，你可以看到窗户外面有一棵树，是绿色的啊，很舒服。然后这个 Airbnb 的旁边是一条路，你可以在上面走路，没有车的，是只有人还有狗。嗯，好，那这些就是我在台湾拍到的照片，给你看一下。嗯，看了我的照片，你想去台湾吗？你想去台湾做什么呢？你想去台湾吃小吃，还是去看台湾的风景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想看我在日本拍的照片，那你可以去我的网站，我会在那个视频里说说我在日本拍的这些照片，然后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想看更多的视频吗？那你快去我的网站，叫 www.lovelyfoodtaiwan.com
lazychinese.com， 在那里我做了更多的视频，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。在零基础的视频里，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很短的小故事，然后我也会告诉你汉字的故事，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汉字的故事。在中低级的视频里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，可能是我吃东西的，可能是旅游的故事，可能是成语故事，可能是中国经典的故事，对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。好，然后呢，在中级的视频里，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个人的故事，可能你会喜欢我中级的视频。然后在中高级的视频，我做了很多社会话题相关的故事。对，我以后会做更多的视频，我也会邀请更多的中文老师来做不一样的视频，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如果你要和我上课，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找到 Book Lessons， 然后我有一对一，然后也有小班课，你可以看看你喜欢哪一种课，欢迎你和我来上课。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视频，在我的视频下面有免费的文本，对，你点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英文的意思还有拼音。好，所以希望你赶快去我的网站看一下，谢谢。